我是 Rita， 一名电竞职业赛事解说。起初因为热爱选择成为电竞选手，那时的电竞世界是男生主宰，但我不妥协，不认输，不断向前挑战。无数个日夜自我磨砺，努力探索寻找自己的位置。如今实力就是我的底气，转换身份，突破局限，颠覆美的边界。